没有大拇指，就是你爱我的意思，谢谢。Yeah.
我们是老婆婆，我们是老婆婆。好，看来今天现场好像有荧光棒，但是为什么好像只有几个人有？是不是，钱不够？那大家如果手中有荧光棒了，我希望可以看到稍微多一点。还有后面一直很支持我们的用手机，没关系，大家可以用手机的，到时候如果没有电了，可以去接触电脑。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全场有没有五月天的歌迷粉丝啊？五月天的粉丝我们叫什么？五迷是吗？还是什么？有什么解释吗？没有吧？我们想要为大家安排一首来自五月天的歌曲吧。我们听听看，有没有熟悉这首歌的？如果会唱的话，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唱。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大家一定都会唱，所以到副歌的时候，我会把话筒交给你们。那我觉得尽管是我们大家的年会，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大家可以 relax 一点，放开一点，然后可以跳起来就跳起来，因为很暗看不到大家。然后每一个音乐节的现场，其实大家都是没有站在那边，都是被趴在杠子上面，然后这样才会比较嗨，主唱有可能会跳下去。那我觉得这个状况好像会摔死的。那看来这是五月天的歌。Thank you.
消息，
下一节会更嗨，再见。